最后我们要做的题型就是过量，就是 A 加 B 变成 C 加 Z，A 也给 B 也给，要看看有没有人过量，要以用完的做计算的基础。我这里就不再做两遍给各位看，我们就只做一次。OK， 好，来，碘化钾跟硝酸铅反应式，将这么多的硝酸铅加这么多的碘化钾，最后沉淀有多少？然后我们说，第一步写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不用做题目给了。第二个呢，就要把已知跟所求换成摩尔，这里给的是浓度，所以换摩尔方法是摩尔浓度乘以溶液深数。那因为你通通都告诉我了 ，A 跟 B 都告诉我了，所以我要检查有没有过量。那么以下教的是我检查的方法，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检查，重点是要检查有没有人过量，谁还是用完的。好，因为我们知道呢，摩尔就是摩尔浓度乘以溶液深数，然后呢，五十公克是这么多公升，然后呢，我们算出来硝酸铅是这么多摩尔，碘化钾是这么多摩尔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查一下。上面告诉我，系数21告诉我，两摩尔的碘化钾要配一摩尔的硝酸铅。那现在呢，我有0.02摩尔的碘化钾，两摩尔配一摩尔，所以呢，我需要0.01摩尔的硝酸铅。那我的硝酸铅有0.02摩尔，上面告诉我一摩尔的硝酸铅需要两摩尔碘化钾，一摩尔需要两摩尔，所以0.02需要0.04。上面的0.02是我有的，下面的0.04、0.01是我需要的。我有这么多，需要这么多相减。好，不表示什么意思？我不够用，不够用表示我已经用完了。剩什么意思？表示我够用还有剩。那如果是零什么意思？我刚好用完。所以这样你检查完之后，我知道谁有过剩，谁用完呢？我们就知道硝酸铅是过剩，碘化钾用完，所以我算了下以碘化钾为准，然后就回到我们当初的第三步，叫做摩尔数比，就是均衡系数比。那我要拿那个用完的来比。啊，假设碘化加 S more， 所以呢，我们就是2:1，2:1，啊，要用用完的为准来比它。我的碘化钾啊用完，然后所以是系数2，然后比上一，我们就数学算出来0.01摩尔，这样做。所以这叫做要检查有没有人过量，要以算的时候以。用完的为准，用完的为准，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，OK 吗 ？OK， 好，下一个，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算摩尔的方法不一样，锌给的是公克，硫酸给的是大 M， 所以算摩尔的方法会不一样，然后一样要查一下有没有人过量，那以用完的为准。啊，请问你会有多少公克的氢气？多少公克的氢气？好，把摩尔算出来，然后看均衡系数，查一下对一下，谁剩下谁用完，然后呢，做的时候以用完的为准，然后去算出来我有多少公克的氢气。来，我们找谁呢？找大帅哥或大美女吗？来。这个人叫做霹雳舞啊，你的答案，你有答案吗？一，0.2公克，请坐下。你的答案叫做0.2公克。好，来写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不用做题目给了。第二个，已知跟所求换摩尔，质量换摩尔是要除分质量，摩尔浓度换摩尔是摩尔浓度乘以溶液深数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都已知，所以要检查，先把摩尔算出来，
然后呢，去除原子量分子量除以原子量分子量变成摩尔，所以呢，新的摩尔这么多，然后呢，摩尔浓度乘升数算摩尔，所以硫酸摩尔这么多，这么多啊，记得要换成公升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查一下，这题目告诉我一摩尔的锌要配一摩尔硫酸，我现在有 0.1 摩尔的锌，所以要配 0.1 摩尔硫酸。我有 0.2 摩尔的硫酸，所以要 0.2 摩尔的锌。上面的 0.1 0.2 是我有，下面的 0.2 0.1 是我需要，所以相减发现呢，锌不够用完了，硫酸有剩，所以呢要以锌为准，以锌为准。所以呢我们去比的时候拿锌去比，所以就开始均衡系数比，就是摩尔数比，摩尔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，用锌去比，然后呢去把它算一下。我们因为它要的是锌氢气多少公克，可是我要变摩尔，所以要除以它的分子量，所以呢就这么多，然后呢去把它比一比，我算出来 0.2 公克，这就是过量的计算。最后一样啊，这边呢它改的是问摩尔浓度，它其实就是要找到摩尔嘛，你找到摩尔然后配两公升，所以它其实是要你去算氯化氢有几摩尔，如果一摩尔配两公升就是一除以二就是 0.5， 如果出来是四摩尔，四除以二就是两大 M， 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比较重要的事情是要知道产生氯化氢几摩尔，然后有四公克的氢，三公克的氯，然后呢变成氯化氢，然后 blah blah blah， 请问你如此多少啊？三摩尔的氯气不是三公克，三摩尔，所以不用换，所以它没有给你氯的原子量。好，来就查一下，检查一样谁过剩，然后呢会有多少摩尔的氯化氢，然后最后用浓度公式，摩尔除以升数就变成大 M。好，就要是做法。来，停车站借问，这瓦锥嘞，可爱大帅哥。我们要找大帅哥，大帅哥，大帅哥叫做23号，23睡着，不要理他。30，他不在，不在睡着。29，睡着，很好。大家36，三六。我刚刚以为他清醒哎，结果没有。来，24，24起来吧，然后告诉我，微笑说我不会，不知道。猪，每个人都要跟你报答案，叫做猪，结果根本就没有猪。好，来。应该我们要找到氯化氢有几摩尔，再去带公式，然后呢写方程式并且平衡不用做，然后呢已知跟所求换成摩尔，那个氯气不用换了，就三摩尔，氢气功课要换除以原子量分子量，因为都知道了，所以要查过量。那先把摩尔算出来，先把氢气的摩尔算出来，质量除以原子量分子量。氢的分子量是2，然后呢去除就2摩尔，然后就去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过量。上面告诉我一摩尔的氢气加一摩尔的氯气产生2摩尔氯化氢，一个要配一个，2摩尔的氢气就需要2摩尔氯气，3摩尔的氯气就需要3摩尔的氢气，所以呢把两个相减，氢不够用完了，氯剩下，所以呢我必须要以氢气为准，我们就用氢气去跟它比，摩尔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，然后把它假设我有氯化氢 X 摩尔，然后去比一比，算出来就是4摩尔，这4摩尔产生氯化氢4摩尔，它问我的是配成溶液的浓度，所以要带进去浓度的公式，
末数除以容易申数，所以除完就是两大 M， 所以答案两大 M。 这就是我们的练习，就是都是要注意有没有人过量，那要以用完的做计算的基础啊。不论你用什么方法，都请你要检查 A 跟 A 加 B 变成 C 加猪 A 给我 B 给我，你就要检查 A 跟 B 有没有人过量，这就是重点。